今天的六礼拜哈，好，谢谢各位，我们今天的课程哦，都到这边为止哈。好，首先第一点，谢谢我们的王根树老师，他带领水管草、水管脚、茶道教室，还有他的学生们、引导老师们，一同为我们来泡茶哈。那我们还是献上一个微博的那个车马费，还有一个小小的礼物哈，来。